虽然我自己搞这么累，用这个装好像蜂蜜吧。小熊维尼，真的想要都是小熊维尼。为什么小熊维尼不穿裤子？而且还穿小可爱，而且名字叫 Winnie the Pooh， 就是 Winnie the Pooh， 真的。如果是要给一个给小孩子看的东西，实在是从小就要教导他们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开放的，爸爸，我喜欢 Winnie 的牌，你喜欢？我喜欢像他一样不穿裤子啊。没有什么关系，那小孩子的自由啊，在家可以。不一定啊，在外面也没有说不好，干嘛？自己很脏吗？怕感冒啊。哦，那好了，那这倒是一个理由。是吗？不要把那个性器官去污名化了，我们要了，就是。太严肃了，是不是？好沉默，我们今天买 CD 啊，有两张的、啊，我们来问一下，数到三哈，专辑里面第四首歌歌名叫什么？数到三，数到三，三，转身之后来，谢谢。哎，我觉得我自己两张你会不会看穿了？还有什么可以问的？要这样，不想这样逼人。我讲身高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不太高，不敢量。然后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？帮着你要贡献一题。请问，在商周时期，在周朝的时候，能不能将那个随便的做？请问现在那个？青梅草绿道，绿人道，出去。还是聊别的群众人啊？跟店长抓出去。因为楼下现在在举办什么音乐节？那个抢答群众。你别问你的，你啊，我不想得罪人。数到三哦，我就是很照规矩的数，一二三，这样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。三，爵士音乐节，对，你说对就对了。我记得是我刚上有看爵士音乐节，好，大家可以去，就是取景不行，记得不要挂在床头，对啊，不然起床的时候会吓到。可以当闹钟，对啊，我有种四根腿这么短，好恐怖，很恐怖的哦，每天都被自己吓醒，没有办法被自己帅醒，之后每天都被自己吓醒。他们抓不到我的幽默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下面这一首歌，也是一首清新的小品，那首歌叫做《不习惯幸福》。第一次在唱第一次公开演出这首歌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场地，可是不是在文学书区，是在外面充满着孩子的开心的地方。那边这首歌好像来台中来新北这边必唱的感觉，来讲就是上次在中友吗？不是新北成品吗？那我上次在新北成品表演什么时候？我 never 吗？那还是我太常在清北成品买东西吃，我之前都去旁边茉莉买 CD 啊。老了，我怎么这么无耻啊？然后去年台中同志游行在这里了啊？去年台中同志游行在旁边呢、啊？这样子哦。好了，下次送你。我现在真的在演唱会扮演性缘的，完蛋！感受大众的芬芳，我才有办法完成。天哪，真的假的？而且你竟然过了他妈的快半场才跟我讲这件事情，我前面就跟白痴一样，不认识你，前面。我操！谢谢你们啊！哇哦！你也不记得对不对？刚刚讲的什么道理？这个老年失智的音乐团，好严重哦！好了，这首歌叫《不习惯幸福》，讲就是一个
一个犯贱的故事，就歌好像其实都讲一些犯贱的人，就跟犯贱的故事，对，你听就知道。怎么了？你手痛吗？很痛。好，对，一起关心。